辛辛苦苦半夜三更熬药给你喝，你不喝，我一定要喝。我已经好很多了，我不要。不行，一定要喝，一定要喝。要喝，喝啊！不要，我不要喝嘛。喝，病人不能不喝药。就是这样被他们给活活毒死了。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恶毒的妇人，走，咱们立刻到清河县找那潘金莲。哎，等等，大哥，好像不太对。什么地方不对了？大哥，光听武大的片面之词就认定潘金莲有罪，这样做不太公平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，哎，人嘛都是自私的，武大既然是受害者，在言语上维护自己，诋毁对方。二哥，那照你的意思是要去把潘金莲抓过来问个明白吗？对，咱们就这么办。一定是他们追来的。好，趁这个机会我跟阎王爷说个清楚。哎，大哥，阎王爷在气头上恐怕会增加彼此的误会。那你说又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不如让父亲悄悄地送武大回去，咱们先上清河县衙，之后父亲再来背后的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武大，我会还你个公道。多谢大将军，还请大将军多多照顾咱们家银儿。好，你放心，咱们走。怎么样？坐下。怎么样？弄好了。官人，我为了你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，今后我也只有靠你了。你千万不能辜负我，千万不能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。可是万一你辜负我的话，我又可以把你怎么样呢？皇天在上，今后我西门庆有半点对你负心，就跟武大一样的下场。哎呦，你们先别忙着亲热，不是我泼你们冷水，明儿个还有个重要关卡要过，过了这一关，你们才真正平安有好日子过啊。还有什么关卡？天明之后要找人买棺材准备发送的事儿啊。哎，
这个事情我早已经安排好了。这50两银子，干娘拿去办后事吧。呸呸呸！我用来办后事。帮武大办后事。火化3-5两就足够了。剩下的，干娘做零用吧。我说的关卡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还有事啊？这人死之后，照例要由衙里的仵作相验之后才能入殓，所以这一关一定要事先打通好才好办事，不然让他们看出了蛛丝马迹，那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再说，那个仵作何九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哦。何九，那就容易办了。他欠我一份人情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哦，哎呦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门儿那丫头刚刚没看见些什么吧？小孩子睡得挺沉的，应该没有看见什么。你别看他不说话，可精明得很哦。你们说，是武大的女儿？你见过？前几天在药铺里碰到一个女孩，她说她爹被人用脚踢伤了胸口，要来买药。难道她就是？如果是她，就不能够轻易的放过。哎，金明儿，你去把她逮过来，让大官人瞧瞧啊。小孩子家懂什么啊？哎呦，这种事儿啊，得做的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才行。丝毫不能够有一点马虎。对了，你等下回去把他带来让我看看，如果不是，那就放心了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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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爷不好，爹不该睡的，不该睡的，爹。些什么？那丫头啊，不能随便放过，得小心提防才是。哎，这个小孩子能弄出什么花样呢？这孩子变了，刚刚啊，要不是我身子闪得快，差一点就给扎住脑袋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先不说这些，
第一，尽快把何九疏通好；第二，找几个人务必把莹儿那丫头给找到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那可就麻烦嘞。快去吧，啊！好，金莲，我先走。你要当心哦。嗯。你呢？赶紧回去，大声的哭嚎，让四周都听到。大家伙会出来问你出了什么事儿，对任何人就只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我先前告诉你的。哎呦，干娘，我哭不出来呀。哎呦，我的少奶奶呀，这哭分三等，这有泪有声的称为哭，这有泪无声的叫做泣，这无泪有声的嘛就是嚎。大声的干嚎你都不会？啊！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这么可怜啊！叫我怎么活呀？他们要找你啊，也是找个小姑娘，绝对不会找你这个傻小子头上来了啊！哎，转个身我看看。仵作是专门帮人家验尸的，人死以后要验完尸才能下葬入棺的。来，你假意卖梨上去看他们搞什么花样。那你呢？西门庆认识我，我上去就招了，你一个人上去就好，快去快去去啊。琐事繁杂，少向大官人问安，请您原谅。来，请。大官人请。这些你先拿去，事后呢我另有谢酬。小人没有半点效劳之处，怎么敢收受大官人的赏赐呢？再说小人还欠大官人一个很大的人情未还，要不是大官人在县太爷面前保举我的话，我现在还是个无业游民呢。再说，好好好，从前的前尘往事就不要再提了，不见外面，拿去，拿回去。请问大官人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。你去五大家乡宴，凡事请你周全，一床锦被这都掩盖过去。这个，嗯，不，大官人，你尽管放心，一切交给我去办，我先把这事情办得干干净净。对，只要把尸体一烧，一切都干干净净。你啊，我是运哥的弟弟，叫运定。我哥生病了，我替他来卖梨。卖梨？为什么鬼鬼祟祟的？我是弟子出来卖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真是对不起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了。哎，武大的女儿。Thank you.
你是招惹西门庆了？你在京城混了这么久，西门庆是号什么人物你还不知道？知道，他是个有钱花花大少嘛。花花大少，清河县的县太爷见了他都得要礼让三分。京城里当权的大官都跟他吃喝玩乐，称兄道弟。他再有钱再有势力，也不该勾搭他爹老婆，而且最后还把他爹毒死。 西门庆说，尸首一伤，什么痕迹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得快。到哪里啊？去找县大老爷，替他爹申冤呢。你们想告西门庆，还要告老婆，还要告那王婆，你们实在找死啊！我爹申请交代我，我徐氏武松是县大老爷聘请的都头，我爹说他一定会帮这个忙的。帮忙？嗯。哎，当官的只会帮那些有钱人的忙。 他不会帮你这个卖烧饼的，留下来的孤女。他是我们的父母官呢，我们有冤屈不求他，哪求谁？求老天呐！你以为老天会理你呀？你以为这世上真有正义、真有公理，就算有天神，他也只会帮那些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跟那些走狗小人。爷爷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这些人。 从来就没有遭过报应，他们一个个活得比谁都好。他们在世上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不晓得什么叫饥，从来也不晓得什么叫寒。如果上天真有正义公理，还会让这些人春风得意呀？不早就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？不早就把他们天打雷劈？难道？ 还不让我们发牢骚说话呀！爷爷，是不是老天爷生气了？生气？生气他生气，他就会欺负我这种一穷二白的鞍山良民。你要是真有正义公理，你就该把你那些雷呀、电呐，你打在那些坏人的头顶上，让我看看，你让我出口气。 见过大将军，公曹当值辛苦了。老臣职责所在，岂敢言辛苦二字？公曹因何面带怒容？只因下界有老者大发上天，故而产生失意雷电加以警报。哦，既然有这种事，看来一定有什么冤屈不平的地方。你可曾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？不清楚，不清楚。 无论是什么事，只要辱骂上天，极为不济，施以雷电，没有取他性命，你便宜他了。糊涂，亏你位列仙班，怎可如此糊涂？大将军岂可辱骂小生？骂您算是便宜你了。你不先问清楚那老人究竟有何不平之处，就妄加雷电警告？照你的意思，就算取他性命也是理所当然。你岂非亏待圣人？大将军。 你未免管的事太多了，天界诸神各有执掌，此事与大将军无关。谁说无关？不平之事，人人该管。再说，本将军奉旨代天行寿，阴阳两界。可轮不到你管天界之事。大哥，在地府得罪了阎罗王，已经惹了不少麻烦。如今再得罪天神，只怕以后就更难办事。怕什么？只要行得正。 玉璧面前，我也立一支旗状。大哥，话是不错，别忘了，咱们要赶到清河县去，不要耽误正事。好吧，本将军另有要务在身，今天不与您计较，下回再让我碰上，别怪我对你不起。哎呀，慢走。 怪不得到处传说中会爱管闲事。原来如此，你不计较，我倒要计较，看看你能横行到几时。
是你啊，吓死我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小生这厢跟你赔罪了，以后再不会让你受惊了。真的，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，吓死我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？你不怕别人看见？我看到你们家在做法事，我就偷偷溜上来。你要知道，你的香闺我还没看过呢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地方又小，家具又少，没有一件让人看得顺眼的东西，四面墙就像一个盒子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，门窗多，空气好，推开门窗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花园，远处有高山，眼前有四季不谢的花。家具你换颜色重的，给你安排紫檀的，颜色轻的就用黄梨花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即使比这个再差，我也是甘愿的。哎呀，啊，怎么了？还不是被银儿那个丫头扎的。哎，这个小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了，他还在酒楼偷听我跟何九讲话。真的？他还会这么乖？哎呀，我说嘛，还是尽快把他找到，绝对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乱说话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了。大人，都头武松从京里派人送信来的。哦，武松从京里来的信。嗯，武松来信说送给太师的礼，他不愿意随便交付门房，已请求面谒太师亲臣，并无恩准，时间就定在下月初六。他怕本县记挂，所以派人先送信回来。这武松看似个粗人，其实心思还挺细的。这送礼之事，就是要使受礼的人有个深刻的印象。太师爷他能够亲自接见武松，这就是冲着武松是个打虎的英雄。哦，大人，您能够用武松做都头，这可见您是眼力过人。嘿嘿嘿，金元兄，你太客气了。其实你比本县的心还细腻。大人过奖。兵哥，你们什么人？随随便便闯入我的房子？你找死的！是我在问你的话。你们以为天下没有王法了吗？你们知道私闯民宅是什么罪？王法？我就不相信私闯民宅或揍人会有什么罪。里面，谁说进去啊？你真聪明，来，上我肩头，我给你上。
放手啊，放手，不要怕。哎，哎，上，哎，小心点，英啊，你一手抓阿翔，一手还拉我。英哥，回去吧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要我自己处理。哎哎，你这样太不够意思了，那么不够朋友，拉我，哎，你别走啊。哎哎，嗯，进来，什么事？林大人，这名小鬼闯入县衙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来找辛大老爷伸冤的。年轻的孩子伸什么冤呢？让我娘毒死，我是来找大老爷伸冤的。放开！是大人。小哥，你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爹叫武大，不过人家都叫他三寸丁。就是打虎的手，武松的哥哥。你是我们都头武松的侄子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我是他的侄女。那你为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呢？为了怕西门庆抓我，所以我穿了运哥小时候的衣服。西门庆？哪个西门庆啊？就是县城里最有钱的西门大官人啊。那你做了什么坏事，他要抓你啊？是他做的坏事。我的爹的药就是他给我后娘的，他还拿好些银子给那个叫何炅的验尸人，要他拿床被盖住。拿床被盖住？哦，就是遮盖遮盖。哦，有这样的事。靖安兄，你立刻发文扣押何炅，务必把所有的赃银搜出来作为凭证，同时禁止焚化武大的尸体。另一方面，立刻派人跟踪监视西门庆和武大的妻子。是大人。还有这件事情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办，要在暗中进行，绝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是。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胆识，不过依我看，你现在也是有家归不得，出去了也不太安全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就住在我这里好不好？你叔叔过几天他也就快回来。嗯，谢谢谢谢青天大老爷，嗯，谢谢。好好二哥，啊，您是要再多看一眼呢，还是要带他走？当然带他走。那就叫他起来吧。啊，不，你叫。潘金莲。大将军有话要问你，请你去一趟。毒杀亲夫是事实，可是民女不能认罪。既然承认毒杀亲，为什么不认罪呀？因为民女自认无罪。啊啊！简直狡辩！大哥，听听他有什么说法呀？他既然承认毒杀亲夫，难道说还有一个理由不成？大哥，任何事情的发生，一定有其根本的原因。
他自然自称无罪，不妨听听他有什么道理。好吧，您说来听听。民女斗胆请教大人一个问题，大人如愿回答，民女自当毫不保留地向大人禀报一切。否则的话呢？民女当不再吐露一言半语，甘愿受大人的任何制裁。好，你问。民女知道大人来自天上，也是人间的状元，对天地之事无所不晓。民女想请教大人，男尊女卑是否为上天所定的？你怎么想到问这个问题？这关系着民女的福祉，所以非澄清不可。这男尊女卑并不是上天定下的规矩，而社会风俗习惯养成的重男轻女的观念。那这种观念对吗？也不能算很对。大人既然如此说，民女当坦然地禀报大人一切。民女出身贫寒之家，排行第六，家父潘才去世得甚早，母亲把民女从小就卖到岳父王昭轩府里。那这里画个鸭娃。不要。王家为了还债，在民女18岁那年，不管民女是否情愿，又把民女转卖到年近70的张大户为妾。从此我就当了歌妓。我说今年啊，你们这个王昭轩乐户找了这么大的场面，难不成今年有什么坏事？哎呀，那当然嘛，这坏事绝对。今年呐、王夫人跟往年不同，贵金不贵多，就贵养你，贵大户，精挑细选。如果选上的话呢，带回家去做丫鬟啦，或亲戚。好啊，谢谢您呐。但是，驸马呢，往年不同，你家要一千两，啊，是我保证呢，人风味道呗。不，还是太贵了。咱们到万华荣去，别在这边浪费时间了啊！哎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
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是我们张家的二奶奶了啊，我们张家的后代就靠你了啊，希望你啊早点给我们生个儿子，嫂子嫂子啊，早点替我们张家早生贵子，生个儿子啊。我是你丈夫，今天的新郎官来，我们是夫妻，别怕别怕啊，上写的好好的，大老爷，我就不打搅你入洞房了啊！那快走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被动，还说什么小姑娘家啊，知书达理，在王昭君家里头，哦，受个严加管教。哎呦，不出闺房一步，更不准男人近身，你看没有，连个影子都没有啊。
我们张家花银子买姑娘，就是为了替张家传宗接代。啊，万一你带个野种进来，那我们张家不变成杂种了吗？王璇，你这贱人，这么不争气，让我没有面子。我王媒婆在清河县做了20年的媒人，买卖过上百个姑娘，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个样子啊！让买主不满意退货，你是头一个。吴莲娜，让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吧。你去问好了，反正我要的是银子。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你从来没有吗？是啊，我是真的没有。只不过，是老爷他不行。这事可不能说假话。所以，这事可不能怪我姑娘啊。这么说，就怪我们这个人老心不了的死东西了。又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是他二奶奶的伺候。已经不错了。八仙，我们张家怎么能够把女人卖到烟花柳巷去呀、啊？那这样我张大户以后在清河县还要不要做人了？我啊，哎，我们张家花银子把她买来是让她生儿子传宗接代呀。没错啊，你现在既然是下不了种，留她做什么呢？无人的。这个天有阴晴，月有盈亏，人也有有强有弱的时候嘛。哎，我估计我吃两副补药，休息个2天，哎，我就能生个活。等你养好了，说不定野种你就生出来了。这，哼，还说呢。王媒婆，把他的卖身契拿来，还是把他这种女人送到那个地方就比较好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理由啊？所以后来你就被卖到烟花场所，武大替你赎的身，是不是啊？真情的话，是心注定辗转。